12点，小动作，红马都已到齐了，好不好？赢家可以获得敲抢金钟的权利，来仰卧起坐。欢迎枪犬烂呢，哇，哎，要抢！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听到，抢，跳跳跳！确认一下，三。恭喜黑队获胜。Yes。黄队今天感觉起来是被黑队虐。恭喜！啊，另外一个又是渣男，你也是射手枪。
对呀，我们现在的梦必输，哦，这么坚定的状态。
不好？你不小心了，年轻你就要输掉了。大议会吃金钟，好，现在两队了，50-84，终于回到稍微可以看的感觉了。好，我们再看可怕的金钟万人大来喽！来给他看起来哦，这块叫做是金字猜题王。OK， 这样头上都会有一个有一个答案，你要猜出你自己头上这个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话，终于你有答案了啊，你就可以把它讲出来。海龟汤啦，海龟汤，海龟汤啦。我跟你说，是男生吗？啊，对对，我有回答。对，或是宪哥怎么回事？我只能是或不是而已。所以我们都只能问宪哥。对，宪哥只会回答你是或不是，你不能说啊他几个字。好 ，OK。哇，海龟汤，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就从你这边问，好吧？我的是有演八点档吗？有。哎，水呢？你看他很会问呢，他超会问，很会问。来来来来，我的是偶像组的吗？哦，不是，我的是谐星组的吗？应该算不是。我是年轻的夫妻吗？不是。哇，好的。里面有歌手吗？有。哎，上过我很大吗？哇，你看这个问的就真的很好，很好，很好。没有。啊，那是丢啊，好，没有。我的是5年以上的夫妻吗？没有。来，我的有主持节目吗？有。有主持节目？有。那他们有演过华灯初上吗？没有。来，那我的这一组跟小钟哥的是同年龄层的夫妻吗？不同。我的有上过我很大吗？不同年龄层。有。我的会常常在综艺节目看得到他们吗？应该算不会。哦，不会，不是综艺咖。那我的跟林丹的夫妻们是同年龄层的吗？接近。接近。我的跟王尔的是朋友吗？我不知道他们交往吗？还是我可以直接猜？可以，可以。林清如、霍建华。林清如、霍建华。怎么猜的？怎么猜的？我看了一轮这样子的，就没有这一组，没有这一组。然后对，因为宪哥会想过的话，他不确定林清如有没有上过。哎，对，对不对？对，好强哦！我想猜，昆达跟若琪。昆达跟若琪，吓我一跳。昆达跟若琪，昆达跟那个若琪啊。好，我想说，对不起，答错。好，来，我的这个你说有主持嘛，对不对？有跟你一起主持过节目吗？有。哦，八点档。那个你的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办？八点档，夫妻六月里。哇。大错！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这组有来过我很大吗？有。可以，这答不出来实在是哈，令人鼻酸呐、啊，令人鼻酸。还以为送分呢。来，他是歌手吗？出过那种唱片，就是不是那么正统，不是那么正统。他们是演台语剧的老演员。不是。哎呦，不是哦。不是。那就不是那挂的了。不是。他们有一起演过戏吗？有。我的有主持过节目吗？有。有主持。有。那这个男生现在线上电视上有节目吗？有。这样我还没答对，对不起自己了。对啊，是台语的八点档吗？属于台八，台北，对，台八。屈中恒跟 Vicky 姐。答错。哎，黄登辉跟琪琪。答错。李荣浩跟杨丞琳。答错。现在正红吗？算。好，这两个有
他夫妻有演过戏吗？有。这个男生主持的是六日的节目吗？是哦。六日的节目，嗯，线上六日超屌。换开，这样我还不知道。很简单，怕你滑出去，起来，到落水结束，看能够几分多久。男生主持的是六日的节目吗？是哦。换开，这样我还不知道。哦，黄，黄登辉，对不对？琪琪，不对。好，下面有个王仁甫跟季晴。哎，答错，你不应该答错。啊？漂亮吧？漂亮。我说你不应该答错，这样可以吧？那我猜。好，于谦大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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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猜，好，昆达跟柯佳燕，昆达跟柯佳燕，你拿下来看看。耶！因为我开始扫描六日的所有的综艺节目。对呀、啊，我可以去尿尿吗？好沮丧，好想尿尿。王宗平，自己拿下来看看。哇！哎、欸，我尿放哦。哎呦。现在有节目吗？男生偶尔有节目。好，太明显了，太明显了。我忘记他的名字。来 ，Kid 许维恩王家家。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讲出来了啦，是吗？是吗？就是不可能，没有没有，吃掉了，没有，不是。不应该答不出来啊，该你。啊，跟现在正好吗？也算红啊，怎么会不红呢？来，好，来，邱泽，一二三，对吧？徐文丽，对，耶，搭配，来，我觉得你的最危险，我觉得我的好难、哦，好，你一黄对两黑，好，好，打错，好，来来，啊，两黄两黑，好，育有一儿一女，好，白龙。你不应该答不出来。对，你不能这样子啊！这很难提示，对，真的很难提示。不同领域的夫妻啦。好了，好，过了，过了，过了，该你。老婆有跟我主持过。老婆有跟你主持过？贾静雯跟修杰楷。有啊，我刚给你的提示是不是都很漂亮？对，所以我的真的小男孩。对啊，嘿啊，好来。男生我会知道的人。知道，我一定知道，很知道，两个人都团体的，嗯，关你什么事？你黄队你比赛改，嗯嘛，我怎么呀？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结婚吧，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结婚吧，对，我不知道他们结婚，嗯，有可能，我都知道哎、欸，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不知道，像我就不知道。好，提示到这里，好，没，来，该你。侯昌明吗？侯昌明、曾雅兰，恭喜答对，对。我的方向一直都对，对，还是给你提示，要不然你观众。不开心，泡温泉。哇，这个提示太厉害了，对不对？完美提示，完美提示。他我怎么听不懂是什么？这只有他懂，这太这就他懂的啊。他懂的秘密。好，来跟你，他女生是两个人团体，男生是四个。小 S， 我最近跟谁泡温泉？两个人团体是谁？来哦。有了啦！哦，三二，白痴啊！有没有？有没有答案？那个不知道。好，我知道。啊，威廉呐，你有把握？你拿下来看看。我有，我啊，没有不对就说。威廉，恭喜那个黑队拿下第一点，来黄队惩罚阔腿吃四方，摸吉。
咬进来，吃掉就结束。找找找，对对对，哇，这不好找哦，哎，其实不好找哦，好干，好干哦，好干，真的好干哦。我找到，我好强哦，好厉害，真的，好强哦，对，好好好，女汉子，女汉子，这跳出来了，哦，厉害了，拿着，新二代，哇，够简单，这简单，哦，这简单嘛，有没有啊？自抽自贴，那就可以煮啊，好 ，OK， 来问，我的这个新二代有在现场吗？有啊，李强全。李强全，合理，耶！耶！白痴哦！而且这么好，都看不到我就可以。我跟你讲哈，你问完可以再猜一个，问完可以猜一个，这样好吧？我的跟强全哥的是同个年纪的。嗯，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男生吗？嗯，是。有来上过玩到吗？没有。你该不会问了，我的这个他爸爸有在现场？我还是要回答。对啊，我的是歌手吗？歌手。我的跟……哎哎，你们跳过我，跳过我干什么？都是你的存在。是奶哥的儿子吗？说答案就好了。对啊，我的也是歌手吗？歌手。可以直接猜吗？周汤豪。厉害厉害厉害！刚刚就是第一个就想到他了。该你。那我是歌手吗？不是。我这个是你的小孩吗？当然不是啊。我的是歌手吗？不是。他的名字是英文吗？是。会问的，很会问啊，这个就会问啦。问完可以猜。OZ， 恭喜答对。很强，那我这个是三黄啦。那我这个是唱歌的吗？是啊。是女生吗？是。不是歌手，是女生。这很简单哦。有答案没有？没有，先过。先跟 Cindy。Sandy， 你这就是你女儿吗？我就是。答对。OK OK， 两黄一黑，注意哦。我的是唱歌的。他有唱歌，有出过唱片。我的不是歌手，然后没上过玩大。男生还是女生？女生。男生还是女生？女生。贺什么的？贺军翔。不是贺一航的那个儿子什么？贺小美。哦，贺就曾志豪啦。曾志豪。对对。对啊。打错。该你。难猜哦，这个我这个太难猜了吧？他现在在演艺圈，是是什么？演戏吗？不是。歌手，他是唱歌手国语还是台语？不能，你就选一个。他唱国语的吗？不是。哦。他都有。谢金燕。好，答对。好，来，两位对决了，来，该。两位也可以问问他的父母亲那一辈的。他的父母亲是很红的歌手吗？算红。他爸爸过去很红。哦，你看唱。你说我的。他的。他的爸爸有得过金钟奖，他爸爸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打得不错。哎呀，谁会啊？好细节哦，我知道。而且打得不错，可以让我称赞打得不错不多。他左撇子，其实很简单的。对，都很简单。不对，台湾的艺人有离过婚。哇，那一万哇！哎呀，这个不知不觉了，这就那一个好，这边应该要打。对啊，给我的年代，我可能会 get 到的东西。是个帅哥。宪哥对可能对这个人也不是那么熟。有熟了，这个有熟了。帅哥，帅哥，嗯，帅哥。有离过婚。对，好，要强烈提示喽。哇，强烈的，有主持过。寿命蛮长的一个
节目。没错，这个没错。好，我让你已经说到了，仁至义尽的啦，仁至义尽的啦，可以说到了。Kit 真的打铁。Kit 怎么了？哎，他今天打铁，打铁的很严重。我可以提示他一个吗？哎，有一个电影很红，破亿的电影啊。对啦。破亿的电影啊，我知道了。来了，好，没有轮到这里。他爸爸现在是经纪人，我知道了。爸爸，白痴哦！你不要讲爸爸，你讲。我想那么久啊，我脑袋……我怎么提示？我直接跟你讲这个男的。OK 了。你讲一下他的电影是情节大概是什么？好，这个男的，启禀皇上，啊。好，我知道了。皇上才有的东西。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好，什么答案？那个吴小珍啊。好，恭喜答对。皇上会有玉玺吗？太难了。答案是李玉玺。没有想，平常不会有接触。其实李玉玺超难，他真的超难的，因为超不接触。他这个真的超硬的。好，刚刚是黄队输对不对？这个真的超不。现在黑队输对不对？好，惩罚决战，暴气金钟奖。啊，金钟罩，金钟罩。Evans， 开始。哇，暴气金钟。小我咋得鱼小全都好累哦。还有你会吗？你会爬吗？你会爬吗？老翔，老翔，快婆啦，快婆啦，加油，老翔，老翔，老翔好累啊，老翔我好累啊，老翔我好累啊。哎，来这给我加料哎啦，哦哇，我刚才比较好一点。好，决战一题。好的，各位金钟奖演员 ，OK。我这个其实蛮难的。哎，演员，我真的没办法哎。演员比较简单。哎呦，我这不行哎。好，来来这边先问。男生吗？啊，女生啊，女生。她是女生吗？女生。好。哎，女生吗？男生。男生。他等不是答。你要说是不是？不，答案等于不是啊。哦。他难道女生吗？男生。男生女生女生，他是男生吗？我可以猜吗？可以。他是男生吗？嗯。他是男生吗？嗯。赵又廷。不对。跟昆达有关系吗？那这要问当事人，这你可以回答，你可以回答。有曾经有交错？没有。他结婚了吗？结了。近期有作品得奖吗？近期啊。嗯。没有演出的。他有歌手身份吗？有出过唱片，但是重点是演员，女生对不对？我直接猜，我老婆。你老婆哪一位？柯佳燕。好，拿出。对，我们就要他的亲口挑战。他答错，有超过四十。你血压？不是，血压当然超过四十。他有超过四十岁吗？没有。他是漂亮的吗？很漂亮啊！我的跟翔全哥都有演过戏吗？有，你懂问，你懂问，真的懂问呢。我现在只能帮你，我现在还有点难保。我的跟达哥的是同年龄层的吗？哦，接近了。他结婚了吗？还没。我的一颗心。我的一颗心，什么？我的跟钟哥的有演过戏吗？好像没有。我的跟他的竟然有拍过戏，那是不是有在 Netflix 一起播？有在 Netflix 播吗？有。好，那我就知道了。周杰楷？不对，我这个有拍过广告吗？有。拍过广告？嗯。嘿，来，请话。嘿、hey, ，来，请话。哎就很好，没听到。因为太……对对，超好笑的，笑死！笑死！他会唱歌吗？嗯，还好。五年内有作品得奖吗？五年内没有。
感觉。我现在就只有几个名字，可是。可以的，真的好。那我再问，我还没问呢，我还没问。好，你问。这因为这一轮过来就要开始提示了。嗯。嗯。嗯。这不是镜子画面。等过，等下再过，拜托了，这样。队长求饶了。好，过了。等一下啦。啊，你赶快啊。他是有演那种学生比较多学生剧的吗？就是那种什么青春校园剧，对，青春校园剧的吗？哦，应该不太算。不算。好，那你结婚了吗？结了。杨佑宁。哎，不对。我的还不对吗？有提示。好，我的还不对。他帮他弟弟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在南京东路四段。好细哦，好细节。好细节。他贾静雯。不对，我要问，他们两个演的戏是不是什么我的村子以来什么暴走女医生女外科那一部？不是，好戏，不是，要提示喽，要提示，他自己也有当导演，他近年都往香港发展比较多，我只知道一锅。你的脸，陈柏霖，真的假的？我猜对了，你终于，好惨啊！猜对了，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蛋错一啊！只有一个演员的名字啊！你要打嘛？我刚才有说怕个屁呀！卢广仲，我没有其他人了。好，这边的名字哦。好难哦。好。曾经在内湖的火锅店里面，然后他在那偷吃火锅，然后我帮他买单，很受气吧？还有新闻啊？有新闻，有新闻，我也知道啊。哎，有新闻是他自己跟记者讲的，大概。有新闻是他上你节目。哦，对对对，其实好，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个大光头。这个都猜不出来哦，这个很明显，定罪人啊，感受一下，你猜吧，为什么？感受一下，为什么要给我？感受一下，一天伤啊啦，哎，现在来帮你，现在来帮你，谁？王伯杰，王伯杰答错，是啦，光头，好，你是一个好，信义区。最重要的那一栋建筑物啊，有了，怎么样？零一层？为什么？101层。这个好假哦。好 ，OK， 来。先跟我讲提示。我刚不是提示，我刚刚告诉你答案。没听到不算提示。好，他戏演得很好。他是属于晚发型的，演了很多年都到处哎，突然间某一部戏，他那个戏还跟动物有关的啊，然后就爆红了。好，我要提示了，大 S。大 S 老公。啊！好，他的状态跟刚刚所有人都不太一样。哦，很明显就靠演技得奖，好有道理的。好，不知道，来来，钟欣凌，等一下，恰哈，昆达真的恰啊，他本身他是演员啊，对啊，好，该你。其实光头的不多，真的非常对，光头大光头，他为了戏的，大光头晒得很黑。好，再来，他姓杨吗？是杨锦华哦，你应该是最早猜出来的，对不对？我都没听到，可恶！好，这边仔仔，不对，不对，各位，这个海龟汤，我让他们两个互问，你问他，然后你要回答人家，他问你，好，好吧。我的这个有演过那个妈妈长那个吗？华灯初上，嗯，回答有啊，可以吗？有。我有看啊，奇怪。我这个有演过。我直接看完了。我这个有演过《流星花园》吗？有。那他回答了。决战的这两个输赢，然后惩罚。
因为王伯杰、修杰楷刚猜过了嘛，修杰楷、王伯杰、修杰楷、杨佑宁，三个，哎，就三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哎，好 ，Vanessa， 不对，好，该你，该你，你可以问，你可以提问，杨佑宁、王伯杰、修杰楷，对，讲不清的名字。我看他奇怪，为什么？对，你看清，你看得很仔细。其实你几乎都讲完了，就漏了那一个。对，都知道了。没有人啊，没有啦。好，该你。他第一个字是姓蓝吗？是。蓝正龙。等下，但是他要问完之后，他要猜，他才能猜。好，没关系，好。你猜完你，对，你这个你只能猜，你不能，你只能猜。可以吃下来了。哦 ，Let's go。给你十分钟。Sudden Death， 宙斯赛。八天的有没有？八天的。没听过。有一个八天总发名字啦。然后警察官，警察。哎，他把整本剧本。真的吗？不是这样吗？而且还有阿哥。想没有啦，没有人啊，你们这样子不对啊。警报有了！迷你人，太关键了，因为那个在里面演的是女生。好 ，OK， 来陈妈上，恭喜黑队获胜，高蛋白护肤了哈。这个是黄连嘛？啊，它地鳖虫。对，然后我们打汁，打的敷脸而已，敷脸，敷脸，过敏啊，敷脸，敷脸。来了，我是你用啊，你要给别人用吗？啊，他头躺出来，他很像上来上啊，啊，对对对 ，Peter 好像很高兴，你知道吗？很臭了。很臭哎，这是什么啊？鼻子上臭臭啊！鼻子上多闻一点，来来，等动等动，哇，干他臭，我把干他死了！哎，不要再用鼻子了，要先让你闻，你憋气，你先憋气。不，哎呦，不要！这样比起来，你的还是很恶哎。对，我这个好恶哦，哦，当天都还在恶啦，不要用了啦。好 ，OK， 完成。好了，哦，臭，这个都闻得到味道，哎，好臭哦，好臭的，好臭的，好像得什么黄疸一样。怎么样？敷起来怎么样？敷起来有变好吗？嗯，还有你也是。Oh my god！ 好恶心，真的什么？不要，你真的会做节目哎。我没有在做节目，因为你猜李李仁是一个完全可以的吧？对，完全不能怀疑你的答案。我没有在做效果，但他唯一比较跟前面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没光头。我真的想，我真的想，我知道你想赢，但你赢不了。要寻找路人讲笑话给他听啊，他讲话最好笑。对啊，我们就想办不完了。小峰哥加油，小峰哥加油，我们会玩。我们抢救哎，不是太烫了吧？温水。对。好，峰哥。五号。五号。我真的是搞不懂你们嘞，快点啦！谁？大哥先。大哥，没有啊，没用过的啊，给达哥的啦。不，女生啊，要给达哥干嘛啦？因为大家觉得累了。你们分好了，你们来选，我们谁来做好不好？不要峰哥。你们选啊，普拉斯。普拉斯来。好恶心啊！王尔还加名字啊？来，叫人家普拉斯啊。给你。60秒，一杯杯。不要那么用力啦，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好，对对，可以。好，达哥在看你，达哥在看你，人这么厉害啊！好，你不要变形，不要变形，达哥。你要配好漂亮，要漂亮，再保持保持你的美丽哦，是，笑容上，好，腿再开一点。
生个生个二十，但基本都有二十，有二十下，二十，有有吗？二十，二十，又104比50了，又是赢一半了。但这一关厉害了，各位，嗯，这一关是跟滑水有关的，先让教练给你们试试看，你们就知道等一下孙玩什么，好不好？欢迎店长钟文龙。哎，龙哥，龙哥，龙哥，哇，好厉害，哦，壮的呢。我们这边主要是以这边滑水这一板，然后这个缆绳，你有看到这缆绳去做滑动去做吗？哦，不是啊，一个人，哦，一个人上去玩。对，然后我们比较适合就是13个人以下的 party。哦，就是专门就是好的，那我们刚好就这样，小班制的，刚好一堆人这样嘛。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最新的冲浪，就是后面看到这个，像这个也有电动的嘞，有电动的，我们有电动的。但是我们主要这个就是在这边教课，因为如果要出海的话，因为有相对的危险性，对，所以我们在那边主要教课。了解，太好了，干脆这样好了。请他们给我们示范了啦，好，再一个嘛，看眼见为凭嘛，好，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都是要板子都要平的，嗯，好，就是挡住水，好 ，Go， 然后膝盖微弯，要站蹲，你觉得可以站的时候，我们再站起来，然后站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后脚去站，也就是重心都在后面，那你可以加快，重心在后面。哎呦，还可以绕圈哦！自己转回来哦。啊，绕回来，太快了！刘伟太快了！哇，刘伟那阿妹，哦，刘伟，哦，刘伟，哦，刘伟，哇！掌声鼓励一下！哦，这帅啦！好 ，OK， 来，我们的板板呢，准备要比赛的是什么内容？来看一下，来，拉一个，赖，好不好？好，直接看，念串，我要站起来，很简单，啊，你滑出去，起来，到落水结束，看能够撑多久了，好，比较简单，好不好？来，好，两位剪刀石头布，哪一队先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所以 ，You first， 好，那我们这边，所以1、2、3、4、5、6、7、8，就这样，好不好？好，你手不要注意哦，知道，让他自己，让他拖，你知道抓，10只手抓着就好了。双脚平均出力，膝盖慢慢微弯，再弯，再弯，再弯，先不要转向，然后慢慢的蹲上去，对，好厉害耶，就是这样子。加油！等一下，我错了，没有，女生比较简单。好，这样比较好，就是只要这个抓，不要去出力，不要去压，不要去弯，你不要去弯，就是抓紧就好了，它自动会帮你拉起来。好，现在拉你回来，啊，回来，你再练习，回来，然后微弯。哇，帅哦！哇！加油！加油！不要再手刺了。可以吧？可以吧？站起来了，刚刚有算吗？有。对了，赢定了这一关，你们双脚平均出力，手臂不要出力，手不出力，手臂放松。好，放松。好，膝盖慢慢回弯，再弯，再弯，再弯。好快！如果是因为撞到人。好帅哦，怎样都好看呢，好奇怪哦。哇，好帅哦，好帅，好标准哎。好了，可以回来了。他要走。赢了。他还单手，因为他还在，还可以拉裤子。啊，其他哥不拿完就好了。我觉得这样蛮好的，非常。我们都那么烂，两秒钟就落水，就是要看你们烂。王队第一棒啊，大家只要立起来哦，已经半蹲姿，半蹲蹲的不可以，蹲姿。这样就可以了。OK， 好，一分。好，第一棒，黄队。
哇，上翘妹，很强哎、欸！稳住就好，稳住就好，稳着稳着，我要越轻越好，好了，对，好了，我太强了，再轻一点。教练说越轻越好，放哦，他现在好稳哦，稳住哦，强哦，好强哦，教练把他吹紧绷哈。不要啦！哎，要转回来了，要转回来了。还没，还没，教练会讲。好，好 ，OK， 就这样。各位已经29秒。哇，哇，好厉害了，算厉害了。好攻。哇，哎、欸，回来，很顺呢。哇，很顺的啦。哎、欸，还回到中间呢，好强哦、喔。这么强，比我们难看。盯住，盯住，不要住啊，盯住啊！好，51秒，哇，很棒，很棒，太强了啦！好棒，对。来，黑队第二棒 ，Let Go！ 晋级战哦，稳了再站起来，稳了再站，挡住，对 ，Hold 着 ，Hold 着，这还没有，没有。很稳啊！哦，厉害！快住，快住！快对，盘子有回震了，有回震了，漂亮！哦，这个也不输哦，要别闹！哇，过去几秒？30秒，哇，好几秒！没有，因为他比较慢。对，他走的比较慢。不是，教练马桶比较慢。均速，均速好 ，OK。好，均速。OK， 我再进行计划的时间。够。再围弯。准备围弯。弯越多，你越上。好，来了。哎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有有。拉住拉住，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好 ，OK。52秒，多一秒多一秒，差不多差不多。多大多大？51，差一秒，真的差一秒。哇，这两个比全明星运动会的都还厉害。可以啊。OK， 好，第三棒，黄队第二棒，一二三，让甩。小王在这里上班，对啊，好像是教练，对啊，不要你来，专业啊，专业，不要这样。那黄队第二棒，一杯杯，给他给他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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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滚，这边转，重力后面多一点，一秒，一秒，再一次，先不要转，先不要转，双脚平均挡住水。就是挡，反正面对，反正要面向对面，面向对面，反正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好，这样可以。好 ，OK， 来喽。好，手握着，平均挡住水，膝盖微弯，再弯，再弯，就转，再弯。好，慢慢的转反就好，慢一点，动作放慢。可以，就是这样。可以，就站起来就可以啊。前脚出，但是后脚出多一点，一起掌。有啊，有这些，这些有正常，都有啊。发挥了，发挥了。稳住就好了。过去，好，几秒几秒。27，可以。哇，这样也是很凶哎。一样哦，双手挡住水，膝盖微弯，你弯越多越好上脚。多一点，好。有啊有啊，有有有，这个有。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我要放到你。哎呦，准备准备。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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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抓着，46秒，来抓着回来，来坤达上班，反正就一直加加减，有坤达在他就高兴的啦，看他好高兴，负责帮他用安全棒，好开心呐，第一次玩真的很紧张哎，对啊，可是你表现很好，对，你后面都抓到了，厉害啊，要抓到那个车诀窍吗？好。黑队第二棒啊，两队现在分数非常接近，应该不简单。教练的双脚挡住水了，挡水，膝盖微弯，蹲着蹲着，还没有蹲着，还没有，好，慢慢的转板，不要往前，身体整个要掉，整个对，往一次一次转，一次转，一次转，2、3，对，转过来，转过来，对。然后面对那边，面对对面，脚缩起来，
脚缩起来，好，可以了，可以了，好，两只手拉好，两只手拉紧，你先要再蹲，拉紧，先蹲着。教练，你跟我讲的话，我跟你讲话了。你歪了，你歪了，歪了，面对面对，把底朝向，对对对，我都听不到你讲话了，有吗？有吗？有吧？还没听到，有吗？没有，没声音。太大一点，还是太小声了。我给你拿，好，我来吧。OK， 直接放进去。过来，过来，就是让他自己来，看到。装扮，对。hold 住，准备，要准备。加油啦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哎，他自己来的，他靠自己。他没有教练的声音，他靠自己。哎呀，他靠自己耶。什么自己会找到出路啊？好，回来，回来，人类不要关锁了。对，生命会找到自己会找到出路。我转回来了。好。他怎么回来？这个不会，不会，不会。好住，好住，有啦，有啦，这个有啦。太开心了！对啊，怎么这么开心？来过头，来过头了。他真的很好笑。来来来，赶快搬！来，搬起来！搬起来！搬到靠自己。教练完全没讲话。好，拉着回来了。回来了，拉回来。昆达上班，超靠自己的，教练都没教他。那你要不要讲哦？教练你要不要讲？这样是不是要加分？来，38秒。哎呦，厉害厉害，可以可以可以，好强哎！哎，你都靠自己哎。对啊，很屌很棒哎。怎么都没有声音？为什么我都没有声音？不知道啊。为什么？强。达哥好好棒哎！OK， 好，出发。小心轻松，小力蛋，用力，再蹲进去，好，再自己蹲进去。好，有吗？有到38。不要转，不要，不要转得快，对。往前一点，转多一点，转多一点。往右边转多一点。反着转正。看右边就好了。你在扭什么？他扭啊，他只是扭来扭去。他可以放下去，可以 hold 住。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底线，对对对。继续拉，继续拉。好了好了，加油。膝盖弯多一点呢，大臀圈那种，蹲多一点。很好，对，来，再慢慢的推你的。有了，起来了。推到这边。有了。然后后脚蹲多一点点，慢慢起。哦，对哦。老翔。稳住啊，老翔！跳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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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个！老翔，后甩啊，后甩！跳一个 ，OK， 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余翔拳，55秒。怎么会被我们脚？他不是有酸吗？应该比较慢，对。老翔，老翔。浩翔，浩翔出事情了，他要换衣服啊，不是我们啊。早就知道你想要走目前，那出来要交嘛。欢迎贝贝，加油！啊，你讲啥？根本听不到。挡住水，膝盖微弯，慢慢的向大臀圈蹲多一点，蹲多一点，蹲再多一点。不要然后抓完了，深度 hold 住，不要去抓，很强哎，没想到，我说他以为，对啊，哎，以为他，因为他起来的是不同脚，你知道吗？对，用不一样的方式，要怎么样成为教练？快哦，快哦，比较快一点。好来了，好来了，好来了，来了，是啊，哦，这已经是死你了，我觉得生存方式就是。
好接，真的是好接，好接。高翔落水了，47秒，哇，两队差15秒。好，来，黄队目前是赢的。对，重心。K， 你只要保持住，不要出大包，应该就可以赢下来。但别忘了，这里还有袁婉婉儿强烈支持的达达。你们，等一下，我会跟小强。不要松手。从极简出发，哎呦！哇！极简出发，哎呦！哇！很屌哎！很屌很屌，直接站哎！我等下可以跟你讲，就是贴出去的时候，我会帮你打。打我！他要直接回来哦，要别绕我，要别绕我。好，稍微切出去，切出去，来，再来，再来，再往外走，再往外走。没有，你没出去。你切的出去，你切的外面不够大。好，来了，来了，来了。他真的好稳哦，不愧是野人，他是真的有。他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很均匀，有没有？对啊，对。他都没在抖。耍帅了，他耍帅了，47秒，因为男生速度他调比较快，所以他时间会比较重哦。男生速度比较快，好不好？公平的，公平的，好不好？来，达达轮到你。好，对啊，因为我们速度老教练调。那你等于是要撑到60秒左右，差不多。没有，你过去那边哦，要绕一圈，再下去。对。然后他就再拉起来，直接就没，就多拖了8秒，有可能吗？教练，教练，别老看我们绕圈，有可以来沟通沟通。我刚就是想这样啊，可以拖起来，可以哦。只是他速度要快，可以啊。好，达达速度要快啊。来，婉婉帮忙戴安全帽，快点。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跑步，快点，快点，我们不错了。跑步，快点，快点，我们不错了。还有脚没有穿，好快！快点，还有脚没有穿呢。我来帮你完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我来，我来！大家快跑！加油！我的羽毛掉了。好，爷爷，爷爷，达达这一棒要挑战60秒。好，里面等是今天最高成绩了啊！预备。加油！好，起来！哇！好用力啊！哇！好用力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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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哥！达达这一棒要挑战60秒。好，加油，达哥！里面等是今天最高成绩了啊！预备，加油！好，起来！哇！好用力啊！哇！好用力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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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哥！我耶！好用力！我刚落水就差点崩开了，刚爆了，刚落水就输了，落水也是这样，对不对？对，往外面接，再多一点。我觉得那边我都没有速度的感觉。飞跃线比较高档的。飞跃线就是轻啊。那回到娃娃先轻啊。Perfect。再撑！哎，差点转弯，哎呀，差点转了。好的，哎，他的表现非常好，必须要在。啊，达达呢要62秒以上才能够赢下这一局，太难了，好不好？有点难。总秒数，一、二、三、52秒，掌声鼓励，恭喜黄队获胜。19对上189，差了10秒。本关的 MVP 就是我们的老翔。哎呦！哎，姊妹很标准，姊妹很标准，动作是标准。对，然后而且你的秒数又。对，那就由我们的 MVP 来操纵。来，准备。1、2、3、4、5、6、7、8、9、10，再，不用管多少。
中间切断，冲起来，冲起来，站站站，可以可以可以，很好，再快一点，拉队拉队，拉队，副帮副帮，可以可以，站站站，站到最后站到最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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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啊，站，站站站。大家都跑，大家都在跑，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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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哇，都串二六，对，二六，站站，再次证明人都是逼出来的，真的，对哦，人都有逼出来的，是，很厉害，很厉害，哎，再来请教结果好不好？104-76，好，目前黑队暂时领先。往外切，切，再来，往外一点，外切，对。再往那边看，看着他，多一点，对，就是这样子。再来，很好，就是这样，保护住掉。哦，厉害了！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新竹的一个算竹北夜市。竹北夜市，这个夜市，这个叫新奇夜市。哦，新奇夜市，比如1135。哦，啊，那个地方246。哦，你去打开来，好，来立刻玩这块，我们夜市玩到疯，不一样玩的。然后它里面啊，总共会有六种小吃，对，哦，六种小吃，然后你抽球一抽，抽中那个，哎，你就把它吃，六种都吃完了，嗯，你又问，按理说啊，万一抽到重复怎么样？吃到你饱，吃到你爽 ，OK， 好嘞，好，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 ，OK， 你们先选，差了，这一张，哦，这一张 ，OK， 要抽是，好，眼睛看一下，看一下，剪两张，好啊，对，他选全。哎，好，你们就知道你们有这几样，这样把它吃完，然后最快把这个。套圈圈怎么吃？套圈圈怎么吃？套圈圈你要套到重啊！套到重，对啊，套到重，不然你要吃圈圈。你要圈圈，这东西怎么吃？对，好，准备抽筹，一二三，开始。三号，成功了！中什么？绿豆沙，开始。三号，成功了！中，射弓箭，什么？先喝先喝，我来收钱，哎、欸，绿豆沙再一杯牛奶多一点的。哦，好冰，太绵了，好冰。嗯，哦，够了，够了。哎，要加牛奶啦。嗯，我要喝喝喝。先不要，喝喝太多。哇，帅。帅一个。哇，都差一点点，左手修一下，我只伸奢手，对，哇，你好集中在那个地方，要不要稍微靠就往这边一步，对嘛，跟你讲，哇，帅哥，好，加油。大哥加油！反正我要吃出来。放宽一点的意思。有啊，对啊。有啊，对啊。三颗了。不能再抽三了，不能再抽了。哎，他这个绿豆沙好喝。好喝，可是不行啊。我想加一点牛奶，它融化比较快。有点牛奶好。OK， 你给你就光看看。哦，融化，哎，融化。来，牛奶，就要牛奶吧。好了。
OK， 可以，好好可以，来，来，我切菜，来，挂抽。哎，绿豆，五号，五号，哎，花煎，花煎，你来，你来，你来，花煎，花煎，老板一份花煎，多少钱？多少钱？70，70，没有，先大家做，多少钱？70，一份就好了，一份就好，一份就好，两份，哎，两份，现可以要一份，两份，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一个一个来。不知道改路线没？有了，有了，有了，再一个，再一个就好了，再一个。最后一颗，对不对？对。没关系，加油！大家加油，大家加油！我都差一点嘞，都躺旁边差一点点，瞧个位置，马上。瞧个位置，好，对，过关。来第二棒，超重的眼镜头，看镜头。四四，来玉米，玉米，玉米，找玉米，找玉米，玉米，玉米，玉米。四公斤在那边嘛，哈，那边。然后那个，你先鸟蛋在哪里？你先鸟蛋在哪里？先鸟蛋在哪里？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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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确定吗？哎，你们抽中什么？什么？玉米，玉米。粉藏在哪里啊？谢谢。粉藏在哪里？粉藏在哪里？就这边，就这边，就这边。那边碳烤玉米，看那边，对对。碳烤玉米，对对。玉米，玉米，一只玉米。老板，一只玉米，老板，一只玉米。玉米，可以了。来，多少钱？50，一只就好，一只好。来来，掌声，谢谢。是熟的吗？熟了，熟了。谢谢。快帮！快帮！来快！小峰哥加油！小峰哥加油！小峰哥加油！你干嘛呀？没有，刚刚没有人，没有人了啊！没人了，没人。哇，刚刚弹掉哎！哎，他抽的。他好厉害哦！好了好了，你吃完了。吃干净哦，没有吃干净。多烤两根，等一下，没有人马上就。干净吃干净。哇，好好多玉米哦，好厉害。哎，阿里没有分给队友吃啊？有啊，有。第三棒是吗？好。好。哎，玉米再一根。二是什么？豆乳鸡。豆乳鸡，豆乳鸡。哎哎，你们抽中三种啦。对。哎，厉害啊！豆乳鸡。再来，来一份一份。小份就好了。哎，喂，快！谢谢。谢谢。你不要啦。不要不要不要。哎。有太炸了，太可怕了，有不完了，已经不完了，来，有那个水。啊，不是点我，不好意思。哎哎哎，哎，你帮人拍照只拍我，有吗？好卖哦，好，安内刘。好，安内刘，安内刘，安内刘。啊，就。不要，人屁股很大哦，小心点，小心点，谢谢。我帮你上班，不要了啦。谢谢，谢谢。就这样，就过去。我帮忙回。不会太大了吧？要不要水？要不要水？要不要水？不要喝，要干不要喝水。我拿水降温呢。吃完，好，来擦那个。没有，你要给我擦水。喂，你用天要给我擦水。要擦水，要擦水。五号。五号，来，摸彩枪。好，快摇转啊！差不多，五号。上棒。来，镜头看。关了。先筒朝外哈。好 ，OK。来，拨球。三，红木烂，你们都没有重复哦，没有，走的，不要用跑的，快点吃。
就叫我吃两份的啦。两个这个啦。哎，他们一个都没重复哎。我都不敢玩，不能这样玩啦，抓紧时间，很累呢。放平啊，我们就抓完三份，那一份就没了，第三个就没了。对对对，套圈圈。你好，老板，我们要套圈圈。就狂丢，你就狂丢，就狂丢。哎，小东哥，要不要来一个臭豆腐？超屌！等一下，等一下，哎，超屌！讲臭豆腐，真的。瞄准，瞄准，瞄准。一个就好，是不是？对对，只要有臭就好哦。加油，加油，加油！没有，就狂套，就狂套，白美乐，就再丢一桶狂套。对对，有有有，就是那。这个不简单，哇！对对，厉害一点嘞。哇，好了好了好了，你在干嘛？老板来一份，老板我要再来一份，气得你太好吃了，心中想主持人会做节目，放怎么点？我真的是搞不懂你们嘞，走了吗？还吃？快点啦！看到了，咬一下，啊！一下，人破道具，五号、四号，大家知道什么？咬蛋，好嘞，要这样吗？行不行？这个简单，放平的。先放好一个圈套，有没有小一点？好，可以可以。闭左眼，见头实现瞄准。闭左眼，关系正对了。对照对照。好，可以。扎一点。对，老板，快掉了。没关系，不要管，你要快点呐，我们要时间。现在来了。哎呦，好，来，一发就搞定。怎么每一发都搞定？怎么一发搞定？很好，扎一点，扎一点，扎一点。你。哎呦！好，来上。哎，宪哥真的很准呢。哇！我们这两个就会过关了，对不对？对。没事。东哥又流汗了。又爆汗了。对啊。来帮你看。东哥加油！天哪，这个。可以，没事。找那个感觉。对，差一点，差一点。对，他快弹进去了，他要弹进去了。对，流汗，爆汗，高规格大爆汗。对啊，这波来玩极限引爆。投完这种就让你队员一起投。他射中几只了？零只。啊。那你们会卡关，没关系，反正你就一直射，一直射，就是一直射。我也不知道，赛道，很好。有了，再来，加油。我几个奥数？一颗，撒过去怎么可能会中？好，不会这样会中。真的？对，一次撒，好，好来，一次这样撒。对。
一个乱中的吧。刮卡的厉害，啊，没办法，大家起来。那我们可以再拿一桶哈。那我先拿一把丢。你先丢快哦。不要快一点。不要快一点。准备球，来接球。二号赢了，二号赢了，二号赢了，有有，最厉害，最最最，我一抬眼睛都看到，哎哈。快打哥，后马进后马。打哥打哥。三。三号。套圈圈电话。爱的玻璃套圈圈。用刚才画面吗？阿佩大神，哇。对，抛物线很重要。哎呦，阿贤加油，很好，他律动很好。嗯。健康好像幸运。两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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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颗。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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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旁边的可以啊，四旁边的只要是剩五颗就可以了。可以，再可以，可以，再两个，再两个，再两个哦。你有抓到诀窍了？有有有有。加油，加油，可以，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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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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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稳住，稳住。安心，两颗，两颗。很好，再一个，再一个，再来一个，最后，最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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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关系，加油！您现在最需要的是绿豆沙了，还不错。谢谢。没关系，加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请你好来，用力一点点，上下都会动。稳住，稳住，哎，哎，小心，小心。快了，快了，快，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肩膀不要。老板拍谁哈？这个肩膀不要。来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就趁先趁趁你的你会的。在肩膀不要中间了。去，来，换谁？一号吗？一号。本肠，本肠，走走走走走，本肠哎，我去看看。哎，现在想要吃本肠。哎，我们全部都没了。没关系，加油加油，还有时间，对，不急不急，接近，二岁，接近，二岁，这个应该要算吧？天哪，转出去哎！哎，我们都没了，我们都没了，没了没了，快快快快快快！本汤两份，本汤一份，六十我付，老板多一份，老板先多一份，这一份先给我。辣辣辣辣辣！我有筷子。先生，你先等一下啦，你没有那么饿啦。我好饿。给我们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给我加点粉肠。再加一个。啊，我要酱，我要酱哈。辣辣辣辣。可以好吃。哦，是好吃。我们够了。你要不要辣？可以慢慢吃。不给人家快点喝。好好吃哦，对，都加哈，好好吃哦。喝喝。够了，够了。哎呦，好喝啊！还有个，还有个，干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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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哎，谁赢了？结束了，我们结束了。真的假的？真的。啊，我们又要抽到圈圈的啦，又要再来玩一次的啦。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啦。大哥喝一下啦。他们结束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太阿德龙。对对对，冰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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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动了。各位，我们终于赢得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东西了。我们在吃了一个三个花茄，三个花茄之后，这个改运，真的，我们的信仰就是偶啊，偶啊，好不好？我们吃了超多花茄在肚子里面，那就一二三，我们为偶啊而哭，一二三，偶啊。目前的比数呢，这黄队呢76，黑队104，好不好？来加油 ！OK， 单脚单脚，30秒计时，预备，手抱胸。
凶啊！三、四、方之宝啊！方之宝，方之宝。几下？21，21。好，各位，万圣城我们的金球座马上进行决战星球。好，那么大家努力了好几天了，终于在这时候要决战了。那把你们的得到的分数换成星球住在这里，赢家开开心心的回台北，温暖的家，好不好？输家没有惩罚。只有严惩，严惩啊！严惩，好不好？哇，请看，听哎，出动来散播爱啊！温达的爱，他最喜欢变装了，对，啊，变身成贡丸 ，OK， 我们这里贡丸代表，大贡丸要寻找路人讲笑话给他听，他要笑了。啊，他长得最好笑。不想办贡丸 ，OK？ 好 ，OK。贡丸刚好是那个大头。验牌，来，请问一下这边几颗？4、8、11颗，你们呢？10颗。哎，怎么才差一颗？因为我有这一条，我知道，刚有这一条。来来来，自己各抓个几颗丢。好，放了，放了，放。来，两位队长，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他就知道，他就知道，他就知道。哎，好 ，OK。你们可以决定，要由你们的 Lucky Star 来摸出，还是由对面的扫把星要一位来摸出。想选如何？不要想选呐、啊！哦，连我都会怕。不要说你们怕，连我自己都怕。三战两胜，三战两胜。我觉得自己的命运自己来掌控。对啊，你们这样好，给他们自己研究。对，容易抽，我还抽吗？对。哥哥，你是我养头，养头。有，放心，都摇好，都摇好了，都摇好。紧张哦。可以的，进去出来。黄的，黄的，黑的，黑的。1-0 ，Yes， 黑队暂时获胜一球 ，Yes， 怕冷哦。运气最好的，运气最好的，不要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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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多被叫王而已。两脚踢，两脚踢，两脚踢，黑球，黑球，黑球，就是那个黑球啊，黑球，黑球啊，黑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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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Yes， 黑队暂时获胜一球 ，Yes， 黑球，是由余翔全起，也是由他落，你觉得怎么样？所以你决定要由他来决定。没有，问他们，问他。可以啊，你我们两边同意啊，同意吗？他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啊。好了，把我们都让你就走吧。我下去那一颗，就是那一颗，余翔全给我。我们做节目。开始。那个叫什么？三天了，三天三夜。
我三更半夜，我要来拼鞋。三更半夜，我们这三天，我从来都没有赢的感觉。干嘛要这样嘛？真的，就这样已经很惨了，还要画这个。怎么需要想吗？钟哥在，我们需要讲笑话。对啊，钟哥是什么没有笑话最多了？来，帅哥，老板，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老板看起来不行。好，我问你哦，有一个机车骑士，对，他骑机车跌倒了，然后脚肿起来了，请问他后来变成什么？他变成种族骑士。还好，还坏人示范了，没有，已经太深了，快太深了，想一下，哦，想一下，我刚不想讲，现在我看，四颗诚实的动物，对对对，可以撩撩到笑，你可以啊，可以啊，年轻人啊，哎 ，Hello， 帅哥，帅哥，热狗，吃热狗的，吃热狗，这个可以啊，热狗，聊热狗，来来来，热狗，热狗，来一下，真笑的话，真的是要笑一下哦，好，没有，要笑一下哦，好好。这世界上有三种辣，是对，一个叫微辣，一个叫麻辣，另外一个叫爱死你了。第二的也可以啊，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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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笑了，真好笑，要笑笑，谢谢，真好笑，谢谢。来分享笑话，笑话，动完再分享笑话，谁要谁红谁的感觉？动完再讲笑话。来，我们的帅哥要说喽，来，我们的动完要说喽，动完来。好，我要讲笑话给你听哦。哎，有一个人，他看到一只鸡在海边一直这样吹着风，吹着风，他说奇怪，他在干嘛？他就去问那只鸡说：“哎，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站在海边吹风呢？”他说。因为我是吹风机，有，他笑得很开心，他笑得很开心，给他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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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笑，哎，让我还在舞台，真的贴的你跑掉，美女，来，对，我们是共玩的，我们是共玩，我问你哦。你知道两个，你知道为什么模范生特别容易被绑架吗？因为他一副好榜样。哎，有顺有顺有顺笑吗？有顺的，有笑的啊？他不是，他是冷笑，他是鄙视的笑，鄙视的笑。那象棋里面哪一个最喜欢跟人家打招呼？象棋里面，他很多笑。是，因为是在哈喽。哈哈哈哈哈！这个好笑哎，这个有好笑，有吗？这有吗？有啊，是的，好了。哎，你问那果汁那个最长的果汁，对，名字最长的果汁，你知道哪个果汁吗？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哇，他真的都不会笑。哎，他的笑太慢了啦。我就让他笑，我火了。不要了，什么都可以啊，你笑了。一只老鹰叫 Eagle， 两只老鹰呢？不是，亮狗。一只老鹰叫 Eagle， 两只老鹰呢？不是，亮狗。两只老鹰呢？不是亮狗，哎，笑了吗？亮狗有笑了吗？一人要两个，要同一个人吗？要换同一个人可以吗？好，换一个，好来。谁要听跟我讲笑话？我跟你讲一个笑话，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跌倒吗？不知道，来拍照。狐狸，狐狸狡猾。完了，没有啊，笑了，笑了。笑点太高了，小钟哥在搞笑，笑点太高了，真的，还有记事本呢，笑点太高了，他听不到。你知道为什么自然卷在看？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自然卷头发的人不能当警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笑点比较。
因为警察都是执法人员。有笑了，有笑了。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人没完。有人笑点很低。那边呐，他一直笑啊，他一直笑啊。我问你，蛤蜊白酒了会变成啥？白酒蛤蜊，哈哈，笑了，那个蛤蜊有没有笑？有了，我在说话，蛤蜊白酒在说话。后面的，你先赞助我一个啦，我刚刚没有。我先赞助一个，哈哈。我知道了，我问你哦，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在加油站帮人家加油？油枪滑掉的人。什么动物最怕热？不知道，答案是恐龙，因为他每次都。加油！够了吧？谢谢谢谢。我问你哦，什么岛最热？套丁岛。没了。谢谢你帮他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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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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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健哥继走路环岛之后又更屌了，竟然骑哈雷环岛，哇，真的就给他环岛起来了嘞，真的，你也刚考到重机驾照就环岛，太屌了！我第一次上路就环岛啊！你们第一次骑就骑这么远的地方啊？其实我也没有骑离开过台北，哇，我们都骑到了，我们来了，环板啊！各位，我们前队已经进来了，一雷飞鸿。本节目由福尔微创快筛冠名赞助播出。